关达佑对上过去的学弟丁恩迪高位 hand off 就叫周逸翔快手运球空中对抗造成犯规哇全场响起如雷掌声这是大家想看的、哎、他还是有这样子的能力给他多一点时间对对对对对虽然其实已经给了蛮多时间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素质，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这样子的舞台，所以还是希望宜翔可以赶快把这个状况调整好。毕竟在季前交易啊，是一个换两个。对对，你我觉得球商会做这个交易，就表示你的价值在那边嘛。你换两个，对，而且两个都是可以排到先发阵容的球员。所以碰碰跟这个静瑶对两个人都去的钢铁就刚刚好终于破蛋得分开张拉队也很专业你看刚尼格跟尹马上拔进了就臭脸然后呢尤米跟卢威就笑嘻嘻